的海选赛的整体安排以及播出的各项的资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博京城大赛来了解我们相关的内容。同时呢，我们的燕儿姐啊，也就是我们樱桃布丁老师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都可以，如果三八节的时候，女神节，各位女生朋友们有什么想要去入手的美妆护肤产品，欢迎到我们樱桃布丁老师直播间来了解。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十二位参赛嘉宾，有请一号玩家来做赛前的自我介绍。嗯，好，我是鲸鱼啊，然后阿欢今天打上海赛区是吧，打得开心啊，我过了。邀请二号玩家。鲸鱼大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法拉利，然后我呢为我上一周的这个离谱操作向大家道歉，然后在玉女列白的板子里，然后把女巫打成机械女巫，属实让观众朋友们看到抗压了，然后为我读错的人还有读错的各位弹幕老师然后的粉丝朋友们然后道歉。然后还有就是歪哥经常说嘛，面纱跟网纱是两个游戏，然后从今天开始虚心学习面纱，然后摒弃掉一些网纱的坏习惯，好吧。然后最后想问一下，最后想顺便问一下十号樊水老师，你看我这周小时赛还能上吗？还啊，过了。邀请三号玩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橘子，抖音叫橘子不在你身边。就今天下午在看高校联赛嘛，看得热血沸腾的，然后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狼人杀吧，然后我今天也会加油的，谢谢。邀请四号玩家。大家好，我是圈圈。下午橘子看到高校联赛，我看的是 J 音社啊，我 pink 了好几个男嘉宾啊，还送出了一些行行的礼物。然后那个今天我觉得肯定能破九万，很精彩，好吧，过量。邀请五号玩家。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五号玩家老叔子。然后今天对我来说有挺多，其实也没有很多，因为我跟法拉利之前遇到过，其实跟三号玩家橘子老师没有打过，所以今天希望有一个好的体验，然后很开心又回到京城大赛啊，希望今天可以有一个好的游戏体验吧，过了。邀请六号玩家。那个很高兴啊，五号玩家又回来了，那就希望你有一个好的体验吧。然后那个下午玩的那个新的游戏啊，我是他们好多人是第一次玩，然后那个以前经常玩过，我第一次玩的确很有意思，但是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啊，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玩一下。然后把谁喊上，的确是把某些人，把你喊上，你别把十一号玩家说玩，我很难想象十一号玩家如果就是你对我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都不会生气，你能懂吗？需要以说不好听的话我会生气的那种人啊。行吧，然后希望那个今天大家看得开心，好吧，然后那个就这样休息了啊，过了啊，拜拜。邀请七号玩家。欢迎大家收看京城大赛，首先感谢范郎对于节目大力支持，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我们的高校联赛，也是范郎赞助的，然后那个范郎呢也是在各大的应用平台上都可以下载啊，都可以下载范郎，同时有那个非常好的机械狼通灵师的板子，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樱桃布丁在带货，大家可以支持支持，因为他快下播了，可以支持一下。还有就是荣耀 Fury 这个 B 这周死定了，明天我希望他明天能来大师赛啊，没了，我过了。有请八号玩家。荣耀这个小孩真不是什么好小孩，我今天打这个下午玩那个游戏就开始算是发现了，他平时对 KSY 哥和我一定有很大的怨恨，就是硬来给我打的劈头三发的，没有什么了，下午玩的很开心啊。然后那个五四零零也不是什么好人，没什么，希望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看狼人杀看的开心吧。要进九号玩家啊，很久不见了啊，又回来了。首先先说好，我就玩了一把，不要针对我，而且我也没有针对你们，真的。针对我不就站在桌上说你干死你吗？多大事儿吗？今天狼人杀也干死你啊！过了。邀请十号玩家。大家好，我是樊水啊，久违的感受到了同事们之间这种和睦的气氛，哎呀，不错不错，我觉得荣耀挺好的，他狼人杀干不了你，他别的地儿他不忙死劲儿往死里干你啊，那你不能指望他搁这张桌子上干你们。好吧，那个今天希望那个可以那个让大家血压不要那么高啊，我们就是平和的玩过去。但是呢，
我不说别的，扛推王哥的话肯定是有我一票的，别的就没什么。然后至于二号玩家问我小师赛的事儿，我自己也就是小师赛的一个小虾米，具体的还是要听王成龙老师的安排。然后那个昨天我不在没赶上，然后我今天来就祝王哥和爱水水老师百年好合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在一定要好好在一起，我希望你们修成正果，一定要撑到我官宣的那天把我送的礼随回来啊，别的就没了，我过了。邀请十一号玩家。大家好，我是那个小伟，然后我的那个戏已经杀青了，所以有什么小活动我也可以参与起来了，因为前两天实在是太忙，我都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就是还有说这个节目，然后我想下次的话也把我加上，然后希望今天表现得好，然后请那个法拉利哥哥再读我一次，谢谢。邀请十二号玩家。首先很感谢刘凡水女士送来的祝福，有的时候你的祝福不一定要在大师赛上，哦不对，你大师赛来的少，小师赛我会听从你的意见不让法拉利来的，因为你说不是很喜欢法拉利，是然后我最后再说一下，但是最后已经打完半小时，但是没效果，老了三岁的但是但是说荣耀佛瑞，我就知道荣耀佛瑞一定不恨他，但我没有搞清楚这是为什么，好吧，期待下一，我能今天能不能跳过直接把荣耀跳回来直接玩，好吧，我过来，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看得开心，好吧，好过掉。然后感谢我们十二位嘉宾的赛前自我介绍，在关注我们大家赛的同时，敬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Y 哥的语音平台啊，这音社，这音社在抖音上搜索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这是 JY 的 J 啊。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最近我们都在选拔男歌手，所以在我们的屏幕前面有唱歌梦想的各位以及唱歌天赋的各位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下午的时间段这音社的这个直播间里边，然后来招募一下男歌手啊，来参与一下选拔。同时呢，我们的高校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官博发布的关于高校联赛的相关事宜，而且呢，我们很多的大部老师在问啊，有没有可以看回放的地方？我们呢会把我们高校联赛海选赛的所有有录屏的这些赛点的情况都上传到我们的京城大师赛的那个账号里边啊，大家知道在里面看就可以了。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持续都能关注到高校联赛吧。这次高校联赛我们做的很用心啊，然后能够期待这次高校联赛我们会有更多的鲜血加入到我们京城大师赛的行列当中。八点到九点是我们送人气票时间，喜欢我们场嘉宾可以到我们的官博智能链接找到投石助力的商店，给到我们场嘉宾投石鼓励。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局啊，狼美人骑士。好，我们记得多多点赞啊，感谢各位。